家好，今天用韭菜搭配豆腐，分享一个超好吃的做法。喝辣油。中火啊，煎至金黄，三四分钟啊，煎至金黄就出炉啦。搅拌完水，海鲜酱油两勺，盐、鸡粉、蚝油、白糖、胡椒粉、色拉油、蒜和小米椒，炒香后下入豆腐，大火收汁儿，下入韭菜，一分钟就出锅，美味的韭菜豆腐做好了，营养丰富，香味十足，好吃又下饭，快来试试吧。